在给兔子打针，这还是之前打过那个二连。新年的第一天打针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新年的第一天，给他们把针打，哪个先来？适应一下，太难控制了。躺下，不能让他的后腿出力。他的后腿如果出力的话，控制不了。经常打还好打，你没怎么打过，这个就不好打了。哎呀，其实我这样扎他，我其实不忍心的。皮下注射，揪起。揪起它的皮，哎。再注射到皮下就可以了。嘴要慢。好了，这一针好了，就挨一下，六个月挨一下，还要挣扎，六个月打一针，我觉得公兔更不好打，它现在身体壮了，特别强壮，这一只刚刚挨了一针，有点自闭了，过会儿就好了，我今天戴口罩的原因就是。怕他认出我，这样的话就是他至少不会很确定是我，这样他就不记我的仇。还是懵的状态，然后其余的都在下面。过会儿就好了，过会儿就不疼了，过会儿也就不冷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